是2020年10月10号，也是双十节，祝大家双十节快乐。我是探友黄文华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厨房看看有什么食材。有两根茭白、秋葵、胡萝卜、两根蒜瓣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炒个炒三丝，全素的。接下来我们处理一下食材，胡萝卜我们切丝。食材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这边开火烧菜了，锅已经热了，开始倒油，先放蒜，放胡萝卜，放秋葵，这样干炒一分钟的时间，再放茭白。这个凶和的粘汁烤的里面有了非常好吃。差不多了，我们把茭白倒进去，再翻炒，有个二分钟的时间就好了。把茭白给炒，加点盐，又加一点玉米须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关火出锅。炒三丝就烧好了，味道非常的鲜嫩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